买价是1099，然后到手价是299，比较优惠。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个也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户外系列的一个款式，大家可以看到胸前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灰色的嵌条，灰色的一个反光条，后背也有，这个就是我们反光的一个反光条，后背前胸都有，也是提升它的安全属性。胸前的是一个绣花的一个 logo， 用到的是绣花工艺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内里，我们这个填充的是中款的一个羽绒服，它比轻薄的要厚一点，然后保暖性也是比较好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口袋，胸前的小口袋也是比较实用的。最大170是吗？啊，对，170。这个防水吗？这个没做防水功能。防泼不能叫我们做的最多是防泼。那防泼和防水概念不一样，防水的话就说下雨的时候你在外面淋个5分钟，那基本上水渗不进去，那我们可以叫防水。那防泼的话呢，就是溅上去了它就渗不进去，然后呢你用擦一擦，纸擦一擦，它就